都别有想去的方向，哪管天空海阔悠然途路长，各位先锋闯将勇于担当一切快赶上，困境之中心里亦长存寄望，伴你我的爱愿路长，我们如大将，一天天一点点飞身迈向理想，冲破黑暗绝对斗心，能伴你生仔，快啲开门啦！俾我呢个老人家入去老大，我已经入咗嚟啦。好好，今次唔可以再失手噶啦。我办事你放心，你等我信号啦。哎，Darling，你快啲嚟睇下我嘅新发明啊！哎呀，人呢？冻冰冰的是不是很好味好得意呢？Darling啊，栗子，你看看我的新发明啊，神勇无敌手套啊。哇，好犀利啊，如果吃得就更加好了。哎呀，这样东西不吃得的。你就快变成第二个Darling了。唉，栗子，一个甜筒就可以收买到你，你真的好冇义气啊！唔好玩啦！奇怪啦，我明明见到有人噶喎，点解乜都冇嘅？不如我哋分头揾啦。好，你小心啲啊！有咩事就大叫，我会第一时间就赶过嚟噶啦。嗯。啊！我国师。Body， 咁夜去边啊？我揾紧一个形迹可疑嘅人啊！一定系小曼啊！佢去紧能源室嗰边，我追紧佢啊！太好了，我同你一齐去啊！等佢睇下我有几犀利啊！边个咁大胆？连个苦大人嘅屁股都够胆摸啊！老大早晨，晚安志哥，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！一收到小曼嘅信号就即刻行动。
啊，小曼呢？国师，你做乜嘢啊？老大，你快点看看。国师，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你看清楚了，那个阿伯有我这么漂亮吗？小曼 Body， 你今次真的帮了我一个好大忙。可恶，嘿，我一定要将功赎罪。你哋就咁走入嚟，唔通唔记得喺呢度攻击元能只系发挥到五成嘅咩？就算只系五成，要对付你哋绰绰有余啦。点解少咗一个嘅？反派仲咁大口气，睇我嘅机甲粒子炮啦！我冇事。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Body， 乖乖地交光环星出来啦。你不配，想要光环星过了我这关先。不好啊，大人，请你给我机会我啦。大人，你是圣波洛星球的大救星，只要跟着你，我就不休息不休住，求你收留我，可以做你最忠实的仆人啦。你想当呢？好唔啊，同我收拾佢哋。大哥冇事啊嘛，皮外伤啫，唔紧要噶。好在抵抗啦 ，Body， 快啲将光环星交出嚟。律子，小心啊！律子。焚烧囚笼。
我用元能牢笼拖住佢哋，你哋快啲用元能道具重新启动护盾啦！我哋嘅力量太弱啦，唔止冇办法形成光带，反而令元能晶石更加唔稳定啊！我哋唔可以咁易就放弃噶！救我啊 ，Body！ Body， 你做乜嘢啊？日日都系我太骄傲太轻定，应该由我嚟承担后果噶。Body。彩龙，请你赐我力量啦！达玲啊，你唔好搞到佢好似你咁为食先得噶。你哋几个同我因住嚟啊！本集德育主题：骄傲自满系自身最大嘅敌人。Yeah.